兄弟来看古早味的布袋戏，济公活佛救世纪，剧情笑亏是真趣味。这是一部教化世间的好戏，请咱大家收通知来看济公的好戏，看济公为何急空空，救难助苦做先锋，除妖斩怪搁点神通，故事精彩第一部，敬请期待。古早味的布袋戏，古早味的新明星布袋戏，济公传，古早味的哦。